两个人在问，奇怪，很久没人问剥皮鱼了。今天没有剥皮鱼哈。可以找。小心。有紧张？我顶顶礼拜到尾投电脑一家，你就是。没有。是。两礼拜就补了。有啊，我下礼拜好。哎，弄我。好，开始开始。我火跳墙求婚，加迄啰。见了没？对啊，再见。火跳墙求婚。啊。加宝。哎哎。这个加宝吧。有。干贝，你这干贝是大粒的啊？伊就大粒的，你这大粒的，这三盒，这是安尼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两种拢。即摆拢揢这，你另外一种较少揢啊。这种也袂歹食的，煮蚵仔爱会晓用的。煮蚵仔真耐用，啊这种比煮蚵仔较好食。好的。你们看得出来，今天带一大堆东西来哈。好像因为爸爸今天休息吧，爸爸他老爸爸昨天他没有卖完的，全部都过来。土城延吉街今天有卖吗？没有。我应该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啦。我记得延吉街那个位置太小，但是结束以后他们还没找到更大的，所以延吉街那个位置就只有上礼拜是最后一天，直到十二月底。哎，我昨天有看天，昨天起来看天气是6、7点，大概7点多会完全停，雨会完全停，然后接下来就好天气了。这位小鲜肉，哇，你的小鲜肉的标准也太低了吧？嗯，两分。费劲找。牛肉一包一百。好咸猪肉吧？猪肉，哎，今日才会够去。小龙早，明晨早，八十八。啊，乌骨鸡有无？有，一只。哦。欢迎你。你自己问一下那个 Queen Queen 就知道，他是不是小鲜肉？四分早，李木茶早，四品早。
加发沙包哦。好，那我哩，我把你顶。这两个不错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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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你小没抢过就鲜肉，哇！那你打开门，那满街都鲜肉喽。它不是你的菜，对啊。Queen Queen， 我不知道 Queen Queen 喜欢什么。Queen Queen 的个性可能喜欢那个肉质性的很强势那一种。六八，六八，一千二，一千二加五百。1700，1700加600，2300，2300，好，2300，好吧，好，哎，2400，有啊，老婆，有啊，都有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冒了不老弟，冒了，是啊，是啊，我冒了，是啊，我包你啊，好，你靠边来。你们赶快来哦，一人带一箱，100个人就可以把这边搬完了，赶快。哎，别讲了，他都不查。哎呀，我不能用。这最多好了，他这这列过来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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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你很挑，不吃瘦肉。我刚好很瘦。他一直都大家答对啊，他三姐妹也是最后一天，因为他们的十二月底都到十二月底啊，因为之前他们没有来，他们定七月都定到十二月底。他所以一月的那些房子都要重新开始找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宣传的原因，因为宣传以后。又跟大家说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所以就很麻烦。我一只六只，我十只，哎，这两三只五两两，系啊，一条啊，包一个一条啊。哎，好啊，得嘞，好，还有，对，刚好1300啊，不。你说那边多少？那边多少？1300。好。来，牛肉4包。拜拜。我知道了，这样我知道，记起来，黄明志 ，OK。因为有一个黄富富啊，还有个鸡腿包，还有个鸡腿包，对啊，好几个富富。还有，什么？医生不要这样啊，我的肉太，我的肉太硬了，不好吃。还有个鸡的，这么硬的，两会着。六只，好不？好。1300加200，1500，这里1500。好，1500。我还没送你，阿哥，最好，最好。1500加这个400加300，700，1500加700，2000了。阿哥想，阿哥想，石膏缸啊，提起来啊。今天有石膏缸的。300就300，好不好？300块。手机，好，哎，这头啊。好，我今天讲的，好，真多只，迄阵呢，胶质真多，我都买啊。这有，这有行的啊，真多只。哎呀，那行的啦。哎，胸口嘛，哎，啊，用的加水。哎，啊，那两千五的。我安那，今天那边。我这边几包？我这边几包？
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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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
八刀鸭哈、啊，我就去打呀。二九三八。我现在体力3800嘛，对，3800，可以保证以小时为单位起跳。我现在体力，出那张嘴，我就试过了，出那张嘴，刚试过而已。你才一公斤呐，算重量的。爹不老爹。上上巴。我已经连续每天健身两个月了，还蛮有用的。看再一张。你不看他多贵啊？贵阿伯，无你就骑贵阿伯啊。贵阿伯啊，个。对，两百也好。哎，侬看看像。4200。这边没下雨哎、欸，你不是在直，你没有直播吗？
啊，我钱拢给你哦。你今天在？啊，好的，帅哥，我苗栗。嗯。头份，头份，头份下雨。上比亚在下比亚，还有海鲜跟红锅蒸糕，啊，迄落嘞，啊，火腿肠嘞，火腿肠有，啊，哪个好？哪个好？我吃无啊，因为你无海鲜跟啦。Mary 长，一千流量了。第二个，无啦，第二呀。这两百多啊？我这边吃多啊。一百三哎，延吉街无啦，无卖啦。无啦。我讲啊，你话讲无？我系知，用主我讲嘅，我知。我唔知嘿，我唔知。可乐果不来了，去吃了。什么？可乐果？伊唔敢讲话呢，也袂起来。老板来，谢谢你。委员组长，我没有跟你说早安吗？早上起来叮叮咣咣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今天休息？为什么？你是累了吗？香精早，闪电早。就一定用吹。我昨天也休息啊。伊名叫宝石班，啊，宝石就是咱。你在切水果那边？同一个摊子那里哦。你听我说，伊只鸡甲小平早，伊个脚趾比球棒那边。小平早。我昨天休息，今天在休息，大家就要骂我了。你昨天休息？昨天我老婆说她要出，她要去台北那个直播，所以我必须要在家里。你老婆也有在直播？有，她直播比我恐怖，好不好？她在脸书直播那个，她粉丝比我多很多，好不好？那你为什么不叫她开我？她觉得。她
他是自己表演，他不是拍别人表演，他直播都自己上镜的。他在干嘛？他做烘焙的啊。啊，你在家顾狗狗？不能再不能出来，不然狗狗会直接死掉。为什么？他很老，你不在家里，他不能离开他超过一个多小时。